又来，这样我直接冲去找他。哎，一样啊，一个紫深紫色的熊熊，说 "Follow me"。哎，这是我刚刚的尸体，哦，被枪尖管。哎，一样 arrow，我就冲那个呀，对啊，就这样，被一个洗白器拆掉。看第三个晚上，我觉得我要死了。闭嘴！赶快先随便关一个通风口。哎，找不到，在哪里？Where the fuck are you? You motherfucker！这边嗨一下。干，所以这是一个培养礼貌的游戏，要跟人家打招呼说 hello，不然就会死。看，两个又坏了，又坏两个了，走开，走开。那我觉得我大去直起已经不远矣。哎呀！再来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快点说嗨！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看到，看到。在这里，在监视器的左边，所以画面会整个啊，雪花的时候就是它在移动的时候。啊 ，audio 又坏掉，哦，在这里看到看到，啊，靠哟！啊，你有见识到刚刚那一瞬间吗？啊，爽不爽？哦，干，在外面，在外面。Hello。哎呦，被这样跳脸一下，他就直接跑到我外面。他原本还在很外，那个很旁边的地方，就这样跳一下，他直接跑过来。看他移动也太快了。现在找不到在哪里。快点嗨一下！在吗？干，偷看！哎，贴门了，贴门了，贴门了！干，他跑进来了，进来了！下一秒就那个了。对啊，感受到了。对啊，你觉得我要再一次吗？还是？两点了，还是觉得太晚了？我是觉得，还是就这样。那就我再试一次，再挑战一次。干，这个充电。干，两个充电。哎，这次没有电话，直接那个。等等，哦，在这里，看到，赶快引到出口去，快点 ，X 在这里，快点去。哎，有人看到他眼睛，你有看到他眼睛吗？十号这个上面这里眼睛，快点再嗨一下，再嗨一下。哎，又不见了，又跑到这里了，快点再嗨一下，再嗨一下，快点把他锁在这个地方。干不见了，跑哪去了？
哦哦，哪里来？再来。嗨。看，又坏两个，坏两个了。他在爬通风口。哎，你有听到吗？我听到我的通风口在咚咚咚。干，好可怕！看，再来，再来。哎，看不到啊。嗨。让我嗨一下。赶快打招呼一下，培养礼貌的好游戏。小小，哎呦，这里有一个，哦，声音系统坏掉。这是他在喘，不是我在喘。哦，超怕。刚刚那个不是跳铃，刚刚那是一个，就是一个干扰，好像。嗯嗯嗯。哦，你是有听到爬通风口的声音啊？我看不到。看这个像击败了。哎，这代好难啊！这代真的很难。嗯。但二代也很难，可是二代难是难在……哦，我刚是不是听错？二代是难在它。怪物很多啊，你要、哦、要防的地方很多。对 对, 對啊，这一代是搞不懂，搞不懂他到底会在哪里。他、啊、这个我因为这一代我先前有先查一下他大概是什么机制啊，嗯，我大概知道个一点点啊，可是第一次玩的一定不知道这在干嘛。哦，对，看八八八了，亮红灯。哦、oh, oh, ， oh, 来了，大眼瞪小眼。嗨。哎，哎呦！靠背，被他吓到。哎，那你今天可以睡觉吗？可以啊。稳的啊，然后电灯开着。干，我还没学完，他就跳我脸。靠背。好难哦，算了吧，我觉得应该这样就好了。嗯。对，现在在大白天去早餐店打开玩。这个出手机版的可以，可是要买哦。2015年，有个酒。哎，好了，先关掉这个吧。